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如果我们找不到剧本，那么戴夫就不会睡去了，我想他一定会来夺走你的铁王座。可是我并不知道剧本在哪里呀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快放我下来。他知道，好吧。剧本被飞机头僵尸偷走了，然后他把剧本毁掉了，但是如果把它放下来，那么也许他会有办法呢。有道理，比基尼僵尸，就请你把飞机头僵尸放下来吧。好吧，放他下来。你都听见了吧，我说剧本能够恢复的，放心吧，女王。你当初没毁掉剧本，怪不得我们被他打败了。我只是没想到他这么难消化。团结一致，喜欢记得订阅关注手游酷玩哦。